为什么会这么聪明？一开始你不就应该知道吗？是最高主宰者。什么玩意儿？狼爷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他们的本部是为了在一个傻瓜的天堂里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回家啦。空洞的愿望，换个扫描，全军出击。风暴会怜悯被溺死的人吗？加三。命运是我意志的一种体现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凡人们注定无法统治。加六。二级直接学凋零，就这么可怕，咬不着。在虚无中寻找意义吗 ？First blood. The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疾跑一开 ，A。加三哟！妈的，他还有个盾呢。那算了，疾跑白开了。他咋不开盾呢？谢谢佑佑。繁星即使作一个，所有东西都将得到审判。凋零，加十二，这盾是祖传的，我一看。妈的，给我卡住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闪一会儿。
这别人他妈太多，给我卡住了，我操！来个小反角。不要试探飞身者的脾气。再来呀，兄弟！再来呀，兄弟！给我提款。是最高仲裁者。感觉不用闪，为啥不用闪呢？为啥？那狼人、挠人，绝望，有被动啊！他们的本末是为了在一个傻瓜的天堂里生活。像个傻子。More souls for the pyre. 不是像傻逼，这就是个傻逼。那你倒来呀，你离我八丈远呢。凋零，凋死二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谢谢一元的猪。放大。
for my wrath.他可能总是想极限来一波，你知道吧？每回想极限盾，要么就是想极限大，但是伤害算不好，要么就是手没够用，得了。喂，我狗。贵吗？好贵的分离者。希望是弱者的麻醉药。吃个最后的塔皮，这下路塔掉的挺快呀。值钱了，挺好。你们整个三战八跑过来了。我需要一个紫炎之力。全是技能了。
还他妈损银血，你说我这怎么那凋零凋的时间那么点儿呢？不应该呀，给我出个水银血。我有红，我有疾跑，你有吗？哎，凋零，加十二，还给我送个三。一个水银鞋，干哈来了？这仨加二加三，一个来点装备。紫炎之力，外加一个什么来着？冰靴。凡人们注定无法统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大情人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就这么渴望在虚无中寻找意义吗？凋零，枯萎，你和一条魂长通往火焰，凋死。上路把六百拿了。即使做一个，所有东西都将得到审判。他好像开盾了是吗？转住！哎，减速。
压死他。I am death. 我是 Dave。加三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幽灵，我是真没蓝了，我扣个小兵就拉倒了，别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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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都跟你说别追了，别追了，非得追，追啥呀？我走了，零蓝了，兄弟，实在没蓝了。Victory. 没给我机会。